生气的派大星。嘿，派大星，你这是在生气吗？是的，海绵宝宝。哦，那是为什么生气呢？是事业外部领导气着我的，睡了个觉。完蛋，睡过头了！喂，派大星，我睡了多久？等等，我看看表。一秒都没有耶！好耶！是错的，蟹老板。哎呀，这不是把我给开除的蟹老板吗？是我，海绵宝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哦，是吗？你错在哪呢？我错在明早的开除你。迟到的章鱼干，早上好，章鱼干，你今天好像迟到了哦。我长得要口供这么长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你哪有工资啊？大桌子。我擦！哎，海绵宝宝，你这桌子擦的可真干净。谢谢瓜姐这一杯，哎，我要弄脏它，有病是吧？看呐，好的，本期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